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，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能使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，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